小宝宝和动物相处的画面也太搞笑了吧。看到面前的狗狗兴奋地在地上爬行，这是要找狗狗玩耍吗？反观狗狗一脸的淡定，静静地看着宝宝往自己身边爬，这也太有趣了吧。小时候的宝宝下手没轻没重，经常会和他们扭打在一起。小奶狗和宝宝玩耍，不料被一拳打翻，下一秒狗狗神反击，直接将宝宝推倒在地，画面太逗了。面对年纪不大的宝宝，家里的宠物总会让着他们，高傲的猫咪甚至会主动照顾宝宝，看着他们相处亲密无间的画面，主人觉得甚是暖心。还真是养猫千日，用猫一时。而在这边，两岁大的宝宝正跟着妈妈喂鸡，下一秒请憋住别笑，因为喂得太专心，重心太靠前，小宝宝直接就栽到了地上，看着都觉得疼。对待身边的各种事物，小宝宝还很是好奇。这不，在给小鸡喂东西吃的时候，自己也跟着蹲了下去，还把鸡饲料放到嘴里。当妈的看到顿时就乐了，看来这小家伙也是想尝尝鸡吃的饭是什么味道的。